好，来，我们把你的错误先看一下哈。那个之前你错的地方，以后你看到除以七分之三，其实是乘上三分之七，所以这个叫15y 减18，然后乘上三分之七，然后你把它乘进去，你会发现15跟3约掉会5，5735个 y。再来啊，我把这里写完整一点好了，它叫做15个 y 乘上三分之七。也减掉18乘上三分之七，所以就等于，好，这里约掉15跟3约掉是5倍嘛，所以5735个 y 减掉这里是6倍67 42，就变这样而已。那再来这个东西整个要除以3，那因为负18跟负9除以3都很漂亮，负 18x 除以3是负 6x，没错。负九除以三会叫做负三，你后面忘记除了，所以它的答案是负六 x 减三。再来这一个一样，负的16y 加20，这整个要去乘上负的四分之五，不好除，我就把它写成这样。再来要乘开，负负得正，所以是16y 乘上四分之五，再加上这是正负得负哈，减掉。二十乘上四分之五，所以再把它化简一下，四五二十 y，减掉二十跟四五五五二十五，OK，再来下一个。哎，你错的这个负五，你记得负五带进去平方是负五的平方，第二题哦哈，负五的平方再加上三乘以负五，也就是答案叫做五五二十五减掉。15等于10。再来第三个小题，你负9放进去不就叫负9除以 3，然后再减掉 7？OK，你已经改完了是不是？所以负9除以3会叫做负3减 7，会等于负10。好，再来这里有错的第二小题，负3丢进去是5乘上负3要先平方再减 4。所以负三的平方是九，九五，四十五，四十五减四是41。OK，再来这个题目，他说成本 x 照成本加四乘，所谓的加四乘是乘上1.4。在我的白题里面，我有讲到这个题目哈，所以第一个它的定价是多少？那当然就叫做1.4乘上1.4嘛，1.4x。第二个，如果按照定价打75折，那就把 1.4x 乘上75折是0.75。那如果你要用分数乘的话，它是四分之三。OK，所以你把它乘上0.75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答案。OK 吗？那乘完之后呢，这就是我的售价。那算出来之后，他说 x 如果800，再把800带进去就好了。好，啊，右边的提醒。他说一箱柳丁分给班上的同学，每个人得三个，最后还剩下10个。所以如果同学有 x 个人，那当然就叫做三 x 加十啊。每个人得三个，三 x 加十。再来，柳丁如果有 y 个，好，你听好哦吼。第二小题比较难一点点。你看，这个东西叫做柳丁哈，这个叫做柳丁，会等于。三乘上全班的同学，因为每个人分三个嘛，再加上10个。那今天是柳丁 y 个，所以如果今天这一个位置放 y，那同学怎么写？我要把10先丢过去，叫做 y 减掉10，乘3丢过去叫做除以3，所以它叫做三分之 y 减10。第三题，如果 y 等于115，那就把115减掉10，然后再除以3。所以会等于105除以3等于35。OK，好，再来，父亲体重比儿子体重的两倍，还要再多1公斤。好，所以这里叫做父亲比，就是等号，父亲等于儿子的两倍再多一。儿子的体重是 x 公斤，那第一个就 2x 加一。好，第一个没问题。父亲的体重如果是 y 公斤呢？那儿子怎么表示？一样，你先把加一丢过去，要叫做 y 减一。y 减完一之后呢，再把乘二丢过去，叫除以二。所以父亲的体重叫做二分之 y 减一。好，再来，
大乐透的奖金是这样啊，三个人中头奖，每个人平分，那不就叫做 A 乘以10的八次方，这是总奖金啊。啊，三个人中头奖不就是除以3吗？对不对？再来，反之，如果头奖每个人分得 B 乘以10的七次方圆，那有几共有多少人中奖？好，我先讲哦齁，如果今天说我说头奖的奖金全部叫做1000块，每个人如果分到了100块好了，那有几个人中奖？1000元，然后每个人拿到100块，是不是10个人中奖？相除嘛，所以就是 A 乘以10的8次方除以 B 乘以10的7次方。OK， 所以这个就是总人数，所以你可以写 B 分之 A 乘以10的8减7叫做1次方。OK， 这个题型比较丑一点然后。